那一区以前是非常空旷，这个退潮洋它这边是属于比较沙质地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看那个沙蟹就在这边看到，我被它咬了一口，因为它很小。然后呢，不小心被我们那个老师给抓到以后，我抓的方法不对，它咬我一口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然后这边退潮的时候非常好玩，以前我们玩那个大地游戏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利用的地方。可是你看哦，十年了没有，恐怖。是飘来自己又长起来。因为这里本身就自己就长很多嘛，啊，水是不是有涨退潮的原因嘛？哎，在地人应该不希望它涨。现在大家不希望它涨，希望能够适当的疏伐。你看，像这个船要出去，是不是很难的？对啊，哎，这很难的。对环境上面是另外一种，几年以后变成环境上的一个困扰。船还有在开吗？对啊，啊，它水是可以上到这里来啊，可是船要出去就有困难。还有就是呢，它相对的啊，这里是河口了，对不对？下游嘛。一些小东西啊，垃圾啊，喵喵喵喵，然后不要到这里来。都是垃圾，对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近滩哈，那个服务学习近滩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是最多人来的，永远解不完。哎，曾经有人说啊，涨潮了要捡什么？我说你在光这个旁边两边走道，你就 Q 杆哦。那有人，我看有人丢呢，那个应该是人丢的。回来，开起来了。有些丢，有些。对。有我们这边晚上很多人会来钓鱼，很多人会来钓鱼，然后那边钓鱼的那个钓客们就不是，有的人还是会不守规矩的。这边有很多蛇哦。对，这个方向不太对，上课看那个蛇啊，看蛇，在这边就看蛇。